新人喷射机的声音，你们按一下。对，这个是喷射客机。细心教的小朋友读故事书，台剧演员陈小金、李佳玉、陈子璇出席公益活动，特别带着20本的有声书，让糖宝宝跟迟缓儿带回家学习。他们需要买的教材真的比一般的孩童还要多，因为那是特殊的教材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，跟我们一样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。演员们坐在椅子上读童书给小朋友听，甚至还当起老师上体能课。嗯，换你了，好棒！哇，好棒！我帮你咻。牵着小朋友的手运动走阶梯板，这些特别的互动让他们留下难忘回忆。其实我那两位小朋友呢，他们比较特别一点，因为他们的互动会稍微的比他们两位的带的还慢一点，但是他们可以就是训练到说他们可以眼睛看着我听我讲话的时候，我都差一点吧，眼泪都快掉下来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帮助别人，其实不是。像今天我们来上了这堂课，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自己，然后不管是我觉得我们心情整个都变开阔了，然后而且也感受到了小孩子给我们的快乐跟感动。唐氏症基金会也表示，如果有发现家中同龄小孩发展的比别人慢，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，才能掌握黄金的治疗期。三立新闻林阳县里会特报道。